法师您好。你好。昨天您讲到解决国际争端、族群对立的根本的解决之道是通过道德教化。那么这一点我非常理解，也非常的认同。那么长远来看，理应如此。但是我们看当下的很多的国际纷争，往往是因为很多现实的争夺，比如说土地资源、能源资源等等资源的争夺。和权益受到侵害而产生的，那么最典型的像巴以的冲突，那么很多年来无休无止，还比如说一些邻国之间的一些纷争。那么拿反恐来说呢，如果美国，那么美国攻打伊拉克，这个似乎很难向世界人民所交代，因为他没有充分的理据。但是如果不出兵呢，布什好像又很难向本国的受难的民众交代，那么他的选票也可能失去。那么相比较的话，那么他站到本国的国家利益的角度，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么对于我们说，对战争来说，也有非正义的战争，也有正义的战争。那么如果受到侵略，那么是不是理所当然应该反击？如果观察整个国际关系的发展史来看的话，那么推展。这背后的力量往往是国家的利益，那么这也是一个直接的推动力。无论这个国家它是抱着和平的这样的一个诉求，还是意欲要发动战争，背后总是有国家利益的根本的驱动。国家利益为根本驱动的这个格局不改变的话，就很难想象哪个国家它是基于整个人类福祉去发展它的国际外交啊，发展国际关系啊，等等。这您怎么看呢？现在世界局势啊，是我们想到的时候，很像中国历史上的战国。孔子是生在春秋时代，春秋以后啊就是战国。孟子生在战国时代，他们相距大概是100年的样子。那么我们。读《论语》，尤其是读《孟子》，孟子就非常感慨那个时候国际上的一些争端，无非都是为了自利，自利当然就伤害别人利益，所以这种冲突造成但是。好在还有一些真正有德行，所谓是圣人之徒，像孟夫子，这是徒啊，出来到处宣扬仁义的理念，他也是周游列国，见到不少家的领导人呢，在当时的诸侯啊。宣扬他仁爱和平的一个理念，可是有谁听他的呢？都是顾虑到钱，所以你看，演变到最后，秦统一六国，可是不知道，这是讲呢，武力啊。同学说，可是秦15年就亡国，很难得后来有个汉朝，汉朝知道这个武力不能解决问题，那秦就是很好的榜样，所以汉朝的时候就接受古圣先贤的教诲。完全从事于和平的方式、伦理道德的方式，这个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就是那个时候提出来的。《礼记》实在讲呢，是战国时代秦汉这个初期提出来的，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尤其是汉武帝。制定了中国的教育政策、教育哲学，
啊，这从那时候建立的，在本来这个儒啊、孔孟啊，跟诸子百家的地位是平等的，没有特殊啊。啊，是因为汉武帝在诸子百家里面特别选定了孔孟作为这个中国国家教育的主导的这个思想，所以他就得出了啊，这就被以后变成万世师表了啊，那在百家之上了啊，所以这个我们想孔孟他们自己也是想象不到的，这都是他们100年以后的事情了啊。那么这个政策制定了之后，一直绵延到满清末年。我对这个事情早年我就很注意，因为中国在这2000年当中啊，汉到今天2000年，2000年当中改朝换代，这里头经过说外族了，这个入住中国的蒙古人、满清人啊，朝朝代代都有新有革，唯独教育政策没有改变，这是个习惯啊。蒙古人入住中国没有改变这个汉武帝的教育政策，满清人没有改变，不但没有改变，全心全力扶持啊，所以造成这个清朝啊，康熙、雍正、乾隆的盛世啊，那是在这个地球上是一等一的国家了，怎么办呀？多兴旺啊！完全是孔孟学说的落实。所以今天呢，比战国、比孟子那个时代，整个世界的混乱超过当时100倍都不止啊！啊，那个时代讲的是危机重重啊，真的还没有到世界末日啊。今天这个社会的时候是走向世界末日了啊！所以我们想到这汤恩比波斯的话，那真是我们佩服他啊，确实有远见，确实不愧为是历史哲学家啊，他能够见到了啊，他也能提出建议啊，那个建议也真的，你今天是当然儒家的这个学术思想最重要的是四书啊，这四样东西多好啊，确实能够拯救啊21世纪的灾难呢 啊！可是怎么落实呢？一定要落实在家庭教育，这就是我们讲到中国教育的特色啊，家庭教育啊，我们怎样能够唤起大家能够觉悟过来？家庭教育从本身做起啊！啊，所以我参加国际会议。我在会议上大声疾呼啊，外国人讲消灭冲突，这个消灭是对立了，我们中国人不讲消灭，我们中国人讲化解，你看化解是温和啊，消灭我要把它灭掉，你看看这个东西人家怎么能服气呢？灭不掉啊，啊你就是把它杀了啊，杀了我们中国人懂得，信仰宗教的人都懂得，有来世啊，啊美国人有个预言家了，凯西啊，这西方人都知道啊，啊他是个睡眠的预言家啊，他一生给人家治病啊，什么疑难杂症他都能治啊，
他一生治14000个这个病例，完完整整的这个记录，他自己有一个图书馆啊，收藏的，全世界现在还有很多人到他那去研究他啊。那么我们读了他的东西，读了他这些报告，所以我们知道，就像楞严经上所说的，他那个能力从哪来的呢？鬼神附身啊，是鬼神附身借他的身体来替人治病。可是这个鬼神呢，是个很好的鬼神，很善良的啊，这就我们中国人讲神通啊。你看有人问他赌博的时候下哪个注会赚钱，他就不说，他不会叫人做坏事。哎，你要是真的有些困难的时候，你问他，他给你解决。所以，他能够追到你的过去时，你再过去时，我听说好像有一个最长，他追到人家80世之前，4000年前，你受过什么样的伤害？你这个意识里的很深很深的那个影子在，现在发作了，发作就成了病了。啊，这一说出来之后啊，这心界打开了，那个病就很容易治好。啊，所以凯西十分肯定，他是牵扯的人有轮回呀，有过去有未来呀。啊，又曾经说过，这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在一生当中，你每天所发生的事情，没有一桩事情是突发的，是偶然的，没有，都有前世的因埋下后世的果。啊，那么在中国，我们这个世法里头，流通最广的，是印光大师提倡的《了凡四训》。啊，《了凡四训》里头就讲前因后果。啊，所以你懂得这个道理之后，你才晓得消灭这个意念不能有。你把它消灭掉了，造更大的恶。他不是，他那是冤冤相报啊！你这个敌人，你把他杀掉了，他到你家里去投胎投给你儿子做儿子，那就是你的孙子。他将来报仇，把你一家人整掉去，你什么办法呢？冤家债主到家里来了。那这个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很多啊，最著名的方孝孺报仇的啊，他前身是蛇身呢、啊。蛇，哎，你看他的历史的时候，这历史上记载的非常清楚啊，是他的曾祖而高祖父把这个一窝的蛇杀掉了啊，杀掉的时候大大小小800多啊，所以这个蛇的时候发狠了，投胎做他的曾孙啊，然后的时候故意犯法啊，犯法的时候满门抄斩，差不多也有600-700人，很残酷啊啊。所以你东方人了解这个道理啊，你清朝亡国亡在慈禧手上，慈禧是叶赫那那氏啊，满清没有入主中国之前，叶赫那那族是个小族啊，这个请把他灭掉。灭掉的时候，当时他的酋长对天发誓，我族里头剩一个女人也要报仇啊。所以清朝入关之后，宫廷里面就有这个条例，叶赫那那氏的人决定不能进宫啊，禁止进宫。你看他能够等200年啊，等到咸丰的时候啊，发现200年都没事了，所以把这个事情也就疏忽了啊。慈禧入宫使叶赫那大家都知道，但是200年都过去了都没事了，哪里还祖宗这一条就不是认真去执行了吗？
就接纳了他们，最后亡在他手上。啊，所以中国古人常讲啊，冤家宜解不宜结。啊，冤仇要想方法化解。哎，不能报复，不能有怨恨呢，不能有报复啊！你有怨恨有报复啊，这种报来报去就是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而且是一次比一次严重，双方都苦，何必呢？啊，化解就好了，啊，化解就变成朋友了，啊，化敌为友啊，这才是解决问题。啊，怎么化解？你有诚意就能化解。啊，你以诚意，你去，今天是你比他大了，他比你小啊。啊，那你也去，过去做的事情向他们道歉。啊，多照顾他们那些苦难。啊，多救济他，多帮助他。施于恩惠，这个问题就化解了。啊，这才是解决冲突的办法了。是不是可以理解以德报怨？啊，对，以德报怨，你才能化解。啊，那个是以怨报怨，这个不得了，这个问题太严重了。那么化解冲突，这个我在联合国会议里讲了很多。从哪里做起呢？从自己本心本身做起。啊，本身怎么做呢？要把我们内心里面对一切人、对一切事、对一切物彼此对立这个念头化掉。他是我的仇人，他曾经毁谤过我，曾经侮辱我，曾经陷害我，我对他的时候当然有不平嘛，这个不平就知道这就是冲突的因素。那我要化解冲突，从我自己内心先化出。啊，他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对立是要双方的，一方不对立，那个就对立不起来。这是圣贤人佛菩萨教导我们的啊。啊，从哪？从自己本身呢，你自己本身这边你才能感化他。你自己本身内心里头还有这个矛盾存在，那么换句话，你的诚意就表达不出来。哎，你虽然诚意对他说，他还防范你啊，那么你还有很长的时间才能化解。所以内心里头完全没有了，一片真诚，真诚能感动人呐。中国古人讲，至诚感动啊。所以精诚所至，精石为开啊，这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我常常呼吁大家，从事于这个国际和平工作的人啊，这个化解冲突的人，从本身做起啊，能够，这是真的身心和平了啊，身心和平对自己有好处啊，百病不生呐。啊，你为什么会生病呢？自己内心里的冲突，那就是自己生病的这个真因啊！自己内心平和，人不会生病啊。外面有什么感染，都不容易感染上啊。所以你身心健康啊，你头脑冷静呢，你的智慧增长啊，你才能化解问题啊！啊，所以这个就是。只有中国古圣先贤里头有这个思想，有这种说法，在外国里头很少找不到这个东西啊。啊，那大乘佛法里面有啊，但是大乘佛法已经变成中国的国粹了啊，传到中国来之后，就在中国生根落户了。啊，所以今天讲大乘的时候是属于中国文化了。
啊，所以这个道理我们要是不懂，要是不能落实，不知道去做，啊，我这一生当中还有跟人家对立错误的，啊，我所学到的就学到这一点，啊，你诽谤我，你侮辱我，你陷害我，你对我什么，我都很欢喜，为什么呢？消灾嘛。我没有嗔恚心，没有报复心，那我过去所做的一切这个罪恶了就消掉了啊！你替我消灾，我怎能不感激你呢？我怎么能和你对对立呢？啊！所以你永远心清净，永远生活在智慧里头啊，永远是欢喜快乐啊！如果你常常想到这个人侮辱我，也想方法来报复他，你这个不是天生烦恼吗？啊，自己也不好，对他也不好，彼此双方都不好。我这一化解之后，我天天念他的好处。啊，那我们天天做早晚课，我都把功德回向给他。啊，嘱咐他健康长寿，福慧增长。啊，你说这种心，这个行为多好。啊，不必让别人知道啊，自己清楚啊。啊，如果哪一天他晓得了，他就生惭愧心了。我们这样对人，人家这样对我们，啊，马什么怨仇就化解了，马上就变成好朋友。啊，人与人之间，家与家之间，国与国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这是化解冲突的不二法门。我们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中，这种以怨报德这样的本性，通过个人的修行是可以达到的。嗯。但是我们在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过程中，好像找不到这样的以怨，就是以德报怨的这样的案例。对。似乎很难见到。那么冲突往往是非常尖锐的、现实的。那么就是国家也要有一个他的代理人，国家领导人。那如果说整个民众是反对的话，他国家带领他怎么能够去代替违反民众的意志去说以德报怨呢？对，这个问题在哪里？这个问题在教育啊。那么现在要提出这个教育的话，要是把这个理、事、利害、得失讲清楚、讲明白，一般人能听得进去啊？为什么呢？他太苦了，他太苦，这抱来抱去太苦了啊！你说这个美伊战争之后啊，现在造成这个社会的恐怖，没有一个人不是生活在恐怖当中，人心惶惶啊，所以感觉到很痛苦，天天在想着这个生活哪一天才能够恢复正常。很多美国朋友问我什么时候能恢复正常，我就告诉他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哎，为什么呢？解铃还需系铃人啊。怎样才能恢复正常呢？你像德国人的时候，二次大战的时候造这么多罪业，他能够反省，能够承认，能够道歉，能够悔改，你看欧洲人全世界人原谅他。那美国能不能这样做呢？能照现能够学德国的方法的时候呢，这问题解决了。如果不能学德国的时候呢，这问题不能解决。那美国会说制造灾难的首先不是我们，是恐怖主义制造的啊？那不是这样的，彼此都受难，结果是彼此都受难、彼此都受难，比双方都痛苦啊！你防他，他也防你，对不对？你说美国今天遭受这个痛苦的时候，你说这个中东一带说太痛苦啊！双方都痛苦。真正觉悟过来的时候，双方握手言和，彼此双方都好啊，不再搞报复了啊！纵然有一点小的。小的那些极端分子少数的
啊，吃亏就算了。啊，你比如说这个911事件，如果美国不喊报复，啊，在反省，啊，他为什么对我用这个手，为什么对其他的国家没有？啊，你能够不报复而反省的时候，那么造干这种事情的人，国际人去谴责他。啊，美国不用谴责，谴责的时候，全世界人会谴责他。你这个事情做错了，你不可以这样做法。啊，那美国人会得到全世界人尊敬。啊，这个就是中国人讲吃亏是福啊。哎呀，你不肯吃亏的时候，那你收不到这个效果啊。啊，所以这个是这个都要受中国教育才行，中国教育才讲这些东西。啊，如果说是常常念念，啊，别人都对不起我，我要再要想什么方法来报复啊，来整人。累都累死了啊，那个日子好过吗？你整人你就会提防人啊。我们中国有个谚语说，害人之心不可有啊，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我常常讲，我防不防人？不防人。防人很累呀，也很苦啊。啊，有什么好防的呢？啊，你害我我接受啊，你把我害死了，我知道，我来生会上升，会提升。啊，为什么呢？我们有怨恨心，我们有报复心，我们这一生在人间，来生一定在天上。啊，好事情嘛，你把我提早送我升天嘛，我还感激你了，我怎么会怨恨你呢？所以要不要防呢？不要防。那你来偷你来抢，我天天做布施吗？我用你用都一样吗？何必计较这些呢？啊，你需要给你就好了吗？啊，能够常常有如是观呢，这叫心光体盼呢。啊，怎么会不看落？所以无论顺境无论是逆境，都出之于坦然，啊，这个就是方东梅先生所说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这才是真正最高的享受，啊，你一生当中永远生活在欢喜当中，我们看现在世界的局势的话，好像离这个境界还是非常遥远，所以很多人对整个世界和平的救赎是感到非常的悲观的，就觉得每个国家都能那个打着和平的那个旗号，但是却很深的陷入国家利益甚至是那种短期利益的争端。对，对，所以感觉这个世界上资源是有限的，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如果拼命争夺这个资源，过去的中国人懂得，现在中国人也不懂了。过去中国人懂得命运，一个人个人有命运，你一生当中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你的家有家运，你的国有国运啊，你要想能够这个国家长治久安，只有修德了，修德了才能是种好运呐。你要是违背了道德，譬如说你这个国运有300年，你所做的事情完全违背道德，可能你300年就缩短成100年啊。
这是中国读古书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啊，我的家运，啊，家运有300年，要是做种种不善的话，可能100年都不到，家就败了。个人也是如此啊。啊，个人你一个人的下，所以一桌莫非前定呢，你有你的命运。啊，如果我们有70岁这个寿命，你要不懂得惜福，也不懂得造福，只图享受，为非作歹，40岁、50岁就死了。啊，这就是落尽人亡，你的福报享尽了。啊，那么《了凡四训》里面就讲这个道理，啊，了凡先生福报并不是很大，啊，命中没有功名，啊，就是说他念书念得再好，是念得不错，他考试只能考到秀才，啊，举人进士没分，你命里没有，没有，啊，官只做个小小的县长，小县份。寿命53岁，啊，那个孔先生算得真准呐！遇到云谷禅师，云谷禅师就给他讲：“命是有的，没错。命从哪来的？是你前生造的，你前生造的因，这一生所受的果报。你这一生所造的因呢，是你来生的果报。啊，所以命是自己造的。”命自己可以改，这个道理他不懂啊，所以这一下就知道了啊。你能够说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你的命就改了啊。他听了这个话，他听得懂，古书一念走，明白了，真干。所以就发愿呢，做3000桩好事啊，行善。啊，像过去这童子军日行一善，他就发心呢，做3000桩善事。开头做得很难呢，10年圆满。但是这3000桩法事，这个事善事，这个心一发，他都好像到第4年，他的命运就转了。啊，考试的时候，命里面考试的时候是第3名，他考到1名。啊，命里面呢，这1年的收入，啊，这个是得的这个俸禄啊，收入也增加了，突然增加了，所以这就跟这个孔先生算的就不准了，啊，他的信心就增长了，啊，那么他就许愿去了，求功名啊，啊，求考举人呢、啊。好像考了3次，他考中了，这命运没有的，以后再他考中进士，啊，那个命运你的所批的八字是全都不对了，啊，这效果成就了，啊，那么寿命他53岁，孔先生给他算命53岁，啊，这个寿命就完了，他也没有求长寿。53岁平安无事度过，啊，他活到74岁，就是多活了20年呢。这是他并没有求啊，啊，这个是中国像这样的人呢，很多很多，没有把他记录，没有发表出来，啊，他写这个东西是教训他儿子的，所以是家训嘛，就告诉他儿子，命。是自己造的，自己可以改，啊，只要你懂得这个道理，懂得这个方法，你依教奉行，你的前途一帆风顺，啊，所以说，一个人，个人命运，家庭命运，了凡先生跟我们做到了，给我们展示出来了，如果能在社会上推行。
啊，一百人当中能有十个人懂得这个道理，这个修过运就改过来了啊。这个好像是南北朝时代吧，对，宋齐梁陈，宋文帝时代有个和尚智，啊，和尚智也是安徽人，啊，给我算起来是同乡，乡县，他讲过，一百户这样一个小城市，啊，那实际上是小乡镇的，啊，住一百户。里面有十个人，修他也是佛教徒啊，十个人呢能够修这个五戒十善，他就能影响这一百家，啊，一百家会受他这个善良风气影响，这个地区。风俗就会淳厚，就会没有人作奸犯科啊。那么这扩大起来是，如果是这一个国家啊，照这个比例来说啊，能够说是百分之一，或者我们讲吧，千分之一，一千人当中有一个善人，这个国家犯罪率就少了，社会就安定了，安定就会繁荣啊，这一定道理啊。所以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啊。宋文帝是个很聪明的人，很明白的一个人，他能接受啊。啊，所以宋文帝执政那个时候，他好像在位30年呢，在历史上也成为盛世啊。他真的懂得教学为先啊，重视办教育，要怎么样把人民教好啊。现在这个时代迫切需要的就是伦理道德的教育啊，也就是要教人明白人与人的关系啊。我们要自己好，也要想到别人要好，我们过好日子，别人过苦日子，他心就不平，他就不服，他就怨天尤人，我们好日子也过不了几天啊。现在一定是想自己，同时想到别人，那么世界这个资源有限，如何我们能够平均分配啊，差距不要太大，这问题就能解决。所以中国人讲啊，不患寡而患不均呐。你所使用资源太过分了，人家完全缺乏了，这个不行的。这个世界怎么能不动乱呢？啊，那么同时，现在科学技术发达，要让这些科学家不要去天天想着去造那些武器杀人的东西，把这种精力、智慧的时候，去研究开发新能源。啊，新能源的开发的时候，新量要大，给全世界不垄断。啊，我自己一个国家一个族群，我不操纵，我把它释放，让全世界人都知道。啊，那这样子，这个能源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另外一个水问题。啊，水问题是现在有很多人在研究啊，怎样把海水能够把它变成淡水，如果海水能变成淡水，哦，那这个水资源解决了啊。你科学技术像这上，你是造福啊，给人类造福啊，这个呢真是化解争端了。那你再提倡道德教育，那可能呢又有一个盛世出现啊，像这个战国之后啊，有一个汉出现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这个大动乱的时候，会有一个成平点时机出现。啊，这个就是要真正智慧，真正这个大心量，啊，要大心量才行，啊，就是要为全世界人民的福祉着想，不能想一个国家，不能想一个族群。啊，今天世界是一家，啊，我们环绕地球一周，轻而易举。啊，我这次环绕地球一周的两个星期，啊，那就一家了嘛。啊，所以你今天说我一个国家好，只顾我的利益，你决定不能长久。中国人讲的一家保暖千家怨呐，千家把你当作敌人呐，你能好得了吗？啊，一定要顾到别人啊。所以无论是宗教，无论是族群，常常想到别人，你也会得到别人尊敬，也会得到别人的这个称赞，会得到别人的帮助。啊，互助合作，这才是美好的社会，幸福的社会。但是要说服各个国家的领导人能够把立足点建立在为了整个人类福祉这个上面，可能还是非常的困难的，可能是要寄望于联合国来做这样的事情。联合国也难，我跟他们交往很也有相当的了解。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治世仁人从自己本身做起，而且的时候现在最好的方法呢，利用电视，利用网际网络，啊，把这个想法、看法、做法，啊，从本身，啊，再有我们的同学、同参道友，啊，我们志同道合这一群人，我们通通都从本身做起，用这个高科技的方法向全世界传播，会产生作用。啊，你像我们这个讲经，啊，讲了这么多年，啊，用这个光碟，啊，过去用录像带，用这个文字。啊，用网络、用卫星电视，收到很大效果。啊，那么这些人，凡是天天我们在一起学习的，我们的知见相同，啊，我们的这个见解相同，啊，我们没有邪思，我们没有恶念，啊。我们能够以身作则，依教奉行，在这社会上就产生了作用。啊，所以这个还要大力推行。啊，我们现在做的还不够。啊，我们的卫星才只三年。啊，我们的网络有七年了。啊，卫星才三年，2003年才开始。哎。哎，所以我们要很认真努力去做啊。那么我们如果做出成绩出来了啊，再希望还有别人一起共同来做，那个效果就更大了。那这天的电视这一家了，如果能有10家20家，哦，那个力量就产生就大了，就起很大作用。所以今天真的救世界就怕没有人干了，真的有人干的话的时候，我相信2年到3年，世界整个秩序就会改观。啊，所以我常常讲，上一次，这是前年的，啊，凤凰电视台的刘长乐，啊，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了。我第一次见面，我就告诉他，现在能救世界的两个人。能救世界，能毁灭世界也是这两个人。这哪两个？我说，一个是国家领导人，一个就是你们媒体主持人。
啊，你们这两种人是有权的，有能力啊，啊，国家领导人有权的，你们这个是有能的，啊，你们每天向全世界播放，主要是内容，如果内容是正面的，是伦理道德的，你救了世界。如果你还是要搞这个什么色情暴力杀盗淫妄啊，那你就毁灭世界。这不能不知道，它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的引导的作用。对，嗯，啊，一切都要从自己本身做起。所以我常常讲啊，这个大学里头这一句话了，啊，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啊，亦是以修身为本。我是续了一句，啊，自国家啊，这个世界，自世界全世界，以至于身家，亦是以教学为本。啊，着重于修身，着重于教学，这个世界有救。啊，所以中国这几年呢，提倡这个儿童读经，啊，提倡以德治国，提倡和谐社会，这是一线的生机，非常难得。如果能够说把它发扬光大，做得如理如法，这是整个世界光明的象征。所以就说您虽然是讲到有很多的困难，看当下的国际的一个局势觉得非常非常困难，但是还是对于和平的救赎是根本上抱着乐观的态度的。对，不过这个事情是很辛苦，我自己是年岁太大，如果是五六十岁啊，那就好办了，是不是？年岁太大的八十岁啊，实际上体力上比从前差多了啊。如果我有这种这个精神体力啊，每个国家我都愿意去访问啊，我去访问他们国家领导人啊，那就能产生作用。你刚刚讲到这个以德治国，那中国现在在一定程度上法治不是十分的健全，那么那有的人认为是更重要的应该是以法治国，法治应该先行。那您怎么看待这个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哪个应该先行？法是方法，是手段的，德是真正的根本呐。哎，德要没有法，德不能落实啊！在古时候是家有家规呀，国有国法了啊。那个《弟子规》是什么？《弟子规》就是家规嘛，那就是法律嘛。啊，但是里面的精神呢？精神是道德啊，精神就是孔老夫子讲的七个项目啊。孝、悌、谨，谨是精神，信，啊，爱众，亲近贤德的人，最后是学问，啊，这是德。哎，这个规矩的时候，就从这个德上加。这个架设的呀，你没有这些这个规约的时候，你这七个字都落空了啊。孝要怎么孝法？哦，那就给你一条一条讲得很清楚啊。所以道德跟法治是一桩事情，一个是本，一个是末。如果你只要法不要道德了，你有末没有本，你那个法漏洞很多，所以现在讲钻法律漏洞
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本，你还是治不了国，越治越乱。啊，谁受罚呢？老实人受罚。不老实的人，他有他的办法。哎呀，钻法律的漏洞，他还是无恶不作。你还是治不了他。对，嗯，如果你有这个道德的这个教育的话呢，那你这个罚的时候不需要督促，他自然遵守。啊，起心动念呢，造作云为，绝对不会越轨。这就对了。就法治它，法律它不可能细化到所有的环节，那整个社会的秩序需要道德去啊，对，没错，没错，哎，所以我昨天跟你谈到这个北京的大放广啊，你看他们的公司它有规有法了，哎，但是他学《弟子规》，他有德啊，所以有德，那他的法需不需要人监督啊？确实不需要啊，员工从来老板没有管过。公司从来没有开过会，啊，每个人都把自己本分事情做得那么好，全心全力的在做，啊，这个就是什么？这个道德跟法律结合成一体，所发挥的作用，啊，无需要监督。法治规则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啊，对对，那就踏实了，对，真踏实落实了。你讲到道德的教育，又去到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精髓嘛啊，对，那这个实际上可以看出来，现在中国是有这种传统文化复兴的一些迹象啊。嗯，因为传统文化在中国过去推行是5000年，嗯，这个根很深呐、啊，虽然就是。有50年甚至100年的破坏啊，还是有根啊，还是有根啊。这个我们这几年就是推行《弟子规》的这个教学啊，在国内做了10几场啊，那么在海外香港做了2场2次啊，在新加坡做过1次，马来西亚做过3次。印尼做过3次，澳洲做过4次。凡是来参加的，反应都非常好，都感觉到听了之后啊，惭愧心升起来，知道自己在这一生当中许许多多的事情做错了，想错了，痛哭流涕的忏悔啊！这个就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出。人心本善啊，我们谚语常讲啊，良心发现了，人都有良心呐、啊，那个良心就是本善呐、啊。可惜没有人引导他，你看，虽然是被埋没，被这个障碍几十年，可是有人一引，哎，他就引出来了。证明本性本善，证明人有良知，中国人有良知，外国人也有良知啊！我们在澳洲办一些澳洲人来参加啊，来听课，听了之后啊，他们怎么说？做人应该要这样啊！啊，这是他们的反应呢。啊，所以可见的，这个是随顺自然的法则，啊，不是哪个人创造的，随顺自然的法则，走到哪个地方，它超空间、超时间，无论走到哪个地方，你只要讲清楚、讲明白，你自己做出榜样给人看，没有不服的。啊，没有不尊重的，没有不赞叹的。即使他做不到，他也服了。啊，如果这种讲学常常举办，
啊，一年能够举办个很多次，办个十几次，常常熏陶，人就回头了。啊，回不了头来，是因为我们主办的次数太少。啊，一次两次他感动了，啊，但是什么，三天五天就忘掉了。啊，常常不断的去提醒，产生大作用。像孔子说的"温故而知新"。啊，对对对对，温故知新。时间到了，是吧？